来这边给你擦，来。哇，你怎么吃这么大的披萨？他特别说要什么？有什么？他不会讲总会啊。他说他要有青椒的。哇，你是喝汤王子，整碗汤都喝得完。你有吃韩麦吗？有喝到韩麦吗？那你是牛肉小姐啊？牛肉小姐，准备一点哦。